红色一定要解释红色是什么，红色是鲜血，红色在中国五行当中红为火，对吧？红为火，什么为什么要什么是灭火的呀？大家记住啊，水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这蓝色是灭谁的呀？就是灭他这个火的嘛，对不对呀？啊，还有共产党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角，那个心，一个大五星旁边四个星，然后这像月亮一样，五星出东方，立中国，他立共产党，立中共，中国叫血色政权，所以他是火到今年。我告诉你，今年叫霹雳年，今年我告诉你，讲霹雳俩字就是面具先生，你看面具就把他吃透了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，面具先生，明白了吗？还有更重要的，现在别大家别忘了，咱们那个中心，那个星中心，那个中字，那个星其实是个中国的中的变形，是个中字的变形，中中之中，四十九星的中中中的星，一信仰定乾坤。我们的人，我讲过三焦啊，头、心，还有你的阴部，这是你的三焦。这三焦就是你的次数，成为一线。这样的就是实行，为什么你看基督教徒这样这样这样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三焦就行，就是天地，知道了吗？还有你的你自己。那么中这个旗子的中心，这个简直是中国的中字，中国的中到了共产党的变成了不中了，中不中，不中，中谁？中共产党啊，都中那个星去，还那个角上去，角上按照这个旗子是什么，是淫乱之位。大家记住啊，西北角叫淫乱，东北角叫大凶，东南角叫乾坤财位，西南角为权力之位。他那个地方是控制了西北角的淫乱和西南角的这个大这个权力，他把人民全给忘了。今天为啥我讲说为人民服务啊？为人民服务是不是让人民得有权利决定让不让你服务？我上酒店去要不服务，让不让你服务啊？你的我觉得我全让面你服务，是不是就是选举啊？哪有我要服务员要决定我必须给你什么服务啊？我必须抓你，我必须什么服务啊？所以这个旗子里边这个玄妙太多了，色彩中国的中中的信仰之心的中，我们现在把中国的就现在文化回东方，是把信仰回到东方，回到我们真正的中字，中不中？中，最中间中中的四十九星的中，啊，蓝色为阴。蓝色为水，是女性，阳光是男性。我们把整个中国现在是女性的天下，不再是男性的天下。过去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让女人说算过，就是有个武则天慈禧全是被历史给贬的。可今天的中国第一次是以女人为天下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中间是什么定乾坤，发现了吗？是阳光，阳光和水的结合，就碳水化合物，就是我们人性，就是我们身体，对吧？这没错吧？所以五行加天地加上水加上阳光啊，然后我就不给你们讲玄了，我因为讲玄了把你们吓死。今天你看到后面的天气了吗？看到对面的自由女神了吗？战友们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昨天的这个，我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取水台，取水台现在不卖胸罩去了，取水台现在改算命了啊，取水台改算命了。你看到那个取水台那个 golf， 他先发出去的，我都没发现，我摇手指头的时候，后面这个竟然是雷鸣电闪，就瞬间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你没发现我咬的时候真疼啊，咔哧一下子。半路吓一大跳，因为那个一块肉下了，我说话的肉一直在我嘴里含着呢，一块肉在我的含着呢，但我真没注意后面雷鸣电闪，这就是天意。天意我还讲的是这个旗杆杯子，还有我们船长金帆，他说郭先生你都不知道现在发生了多少事情，我回头一个跟你说，如果今天让我们每个人不再明白对天之敬，对水之敬，对整个你看看大自然，一夜过后这个水面叫什么？平面如镜子，平面如镜啊！你看了自由女神，这种安详，她是什么？右手举着她这个自由的火炬，
对着整个美国曼哈顿的东南角，我们船头也对着东南角。东南是什么？是坤位，是前位。这个美国想不赚钱都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你们没有想到干什么？今天有多可怕？我告诉你，郝海东先生叶昭颖出来，这个力量绝对大于李克强，大于王岐山，他俩站在那儿，他俩站在那儿是啥？他是引发世界的关注，影响力绝对是糟糕的，是往那个西北角淫乱之位跑的，啊，不管他是多正面，但是你去想想，郝海东先生、叶昭颖女士，在中国是没有负面的，完全真实的。所以说今天这个郝海东先生、叶昭颖女士在国内的影响太大了，我当时看手机都是国内的给我发来的，说国内简直是傻眼了。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有郝海东真的能把他念完，他在国内有多少学校你知道吗？通通都完了，他的家人都在政府工作的，多大压力，老人都在，全家，他随时可能共产党要把他灭掉。叶昭颖女士在国内也要一堆学校，一堆孩子跟着他，他已经写好遗书了，你这是吓人不吓人？叶昭颖女士和郝海东先生他俩的付出和影响力，大家今天都是低估了。你感谢郝海东先生、叶昭颖女士，他冒多大？你感谢班农先生？你说他班农，你知道他付什么代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好意思说。昨天就是因为他要念这个英文稿子，那个稿子你就不能再回那原来的地方工作了。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为止，知道吗？那当然了，他说不可能让你一个说。人家还是个共产党，现在在这个法律上还是合法政府呢，你把它念成是一个恐怖组织，你是永远不可能念成恐怖组织，这是法律。结果你发现没有，他没把它念成恐怖组织，他念成个犯罪集团，你记住了吗？注意了吗？安红 criminal group， 俺俩商量他，我说你别念，他说说着爸又给电话来了，我就不说是谁了，你想能给他打电话是谁？他说你绝对不能念这句话，你念这句话你再也不能回来，这甚至不让他念。我后来我说你别念不行，他说我非得念。老人家从今天早上上了船一秒钟没睡，我是今天早上四点钟到现在，昨天早上四点钟到现在，老人家就这站着那儿。我说要不你先念，念完以后郝海东先生念，人家郝海东先生说叫班农先生先念，然后我念。班农说不行，必须中国字在先。哎呀，我人家挺讲政治，老人家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念的？这念完人家这一辈子要回那地方，人可能就不回去了。你这是啥概念？现在发生啥咱也不知道。他说我不回去了，我就是在跟咱一起灭共啊。这哥们儿就是这样个人呐、啊！你不感谢人家班农，你感谢我算啥呀？现在起我求求你们，接下来的九点半以后啊。你们多感谢班农，感谢郝海东、叶昭颖。你看那叶昭颖，她是个母亲呐、啊，她有爹妈孩子，她真的放弃。头两天一个学校还开业呢，当地领导还就是剪彩呢，她就不要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你知道了吗？啊，还有个把这个旗子的颜色、文化、五行，你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研究再讲话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49个星，7749，7和49是啥？啊，一定要想想啊，还什么，还有什么这49啊，算一算，我都不跟你们多说了、啊、还有中间那个星呢，是不是中间的星加多少？你们49是加中间那个了吗？加中间加整个的中字了吗？加上49加中间那个星，再加上整个这个外面这个中字星大星是多少星？大家算一算啊，今天很多人都没解释透啊，太紧张了。我们战友们现在要记住，九点半以后啊，半农起来，郝海东先生，叶昭颖排第一，郝海东排第二，郝海东先生，然后要半农先生排第三，然后我们要感谢美利坚共和国，没有美利坚共和国，咱哪有这呀？人家你看看，这有人吗？有一个人吗？你们看看有一个人吗？兄弟姐妹们，人家是清空，人家是宵禁，现在还没开始呢，还刚开始，11分钟才。天上这么多飞机，整个时代广场大广告，你寻思啥？多少人的付出啊！啊，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夸我的事再求求别提了。再一个，兄弟姐妹，你们的辛苦文贵都在心里了，文贵一个都不会忘。像刚才扎里说的
说的我这，我今天我要控制我得搂住啊，不能哭，不能掉眼泪，我得搂住，因为这种感动我实在没办法形容，没办法感谢。一起为中国人、香港人民、台湾人民、西藏人民祈福。Thank you.